伊较发现讲伊家己失智诶，吼、哦，来，好，那边来，请好，照顾妈妈，来发现他自己，妈妈，对对，好，非常好，掌声鼓励，好，很好，管师姐照顾妈妈，妈妈失智，啊，所以伊了解迄个失智诶情形啥物款，啊，到他自己出现状况的时候，伊的警觉性较乖，哦，啊，看医生，啊，结果确诊失智，哦，是因为安尼来诶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再来哦。咱七方兄较特别，吼，七方兄是安怎诶情形去确诊失智，吼、哦？哎，阿边即个戴白色帽子，诶，陪老婆去看医生，对，陪老婆去看医生，对吧？掌声鼓励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。所以本来七方兄家己无啥物症状，伊想讲老婆出现很多症状，阿要带伊去看，哎，结果呢，伊想讲我甲伊做伙做检查，做伙看，好啊。没想到，哎，原来自己也失智了，哈、哦。啊，伊因失智了，哈、哦，因有一个共同的代志，哈、哦。因去努力做啥物代志，让家己较袂退化较遐尔紧。还来。做运动，每天出来运动做运动。好，每天出来参加活动做运动，还当志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哈、哦。即使你还没有确诊失智症，你一样要参加很多活动，要做很多的运动，哈、哦。给枪们呢，要够多少礼物？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，好，来再来一个问题哦，四个，再来一个问题哦，好，听好哦。失智症会不会传染？不会。大家都讲啊，大家都讲啊，哈。那这个就不好意思哈，来，刚刚我们孟慧兄有提到哈，有一个叫样会馆，它是在礼拜几的时候开？礼拜六，对，礼拜六哈，那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大家才知道哈，是礼拜六，没错，掌声鼓励哈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再来，我顺便讲一下哈，那个样会馆哈。样记忆会馆呢，每个礼拜六会开样咖啡。这个样咖啡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，早上10点到下午4点。哎，好啊，我先问一个问题哈，这个样咖啡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它的地址在哪里？泰顺街，几巷？二巷。4号，掌声鼓励，非常好。泰顺街2巷4号，2巷4号，每个礼拜六早上10点钟，哈、哦、啊，那个这个免费咖啡只有他在的时候才有，哎，只有我们这个。